最近呢，好像很频繁的要大病，感觉人大病一个就舒服了，但那个频率也太高了。我看到那个肺里啊，这样在肺啊，哦不，这样在旋转的那个气流啊是水平方向的，旋转的气流啊是水平方向的。我们以前看到的都是从那个上面往下吹，然后现在那个看到那个飞碟在天空当中啊，在水平方向，这叫水平方向旋转，就是旋转的那个方向就这样啊，旋转是这样形成一个气流啊，这样吹出去，所以这样吹出去以后呢，就前面呢就形成了一定一样的云呐、啊，然后这个像一定一样的云呐、啊，风在旋转的时候，这样旋转，一方面把那个空气往这边推，另外一方面把下面的热空气啊卷上来，然后推卷上来推，有点像肠蠕动了。哎，你看到吧，兄弟，这个像肠子啊，这肠子啊往前推，哎，就像肠道里的东西往前推，哎呀，一说以后像肚子里舒服的感觉啊，然后旋转往前推，那个肠道也有一种那个把有一种力量要旋转的动作啊，旋转的把里边东西在像在搅动的感觉啊，旋转搅动的感觉，哎，就像肠道里边啊，非得就这样旋转，原来呢是斜着旋转的时候呢，下面容易产生血或者容易产生冰，这样旋转下来以后好像只降温就没有那个冰雪掉下来了，没有冰雪掉下来了，现在就慢慢好像那个气候正常了，因为前阵子啊，从4月14号临牌的时候，就当时我提出来，我用那个肺里旋转的时候来降低气温呢、啊，反正他们做了各种尝试的时候，总是意想不到的产生冰和雪。好，现在呢，在做试验的时候，就是用这样吹的方向吹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气流往前推的时候，热空气往前带走了。同时在旋转的时候，热空气就往上跑了，冷空气啊就这样的那个好像那个这样的方式呢，这样的方式呢，温度变化不是很剧烈。但是呢，避免了前方啊下雪下冰这样的感觉，就纯粹是一个气流在搅动，这个飞碟就这样转，这样速度快一点，转的速度快一点，那么这个温度降的低一点，就这样转速快一点，那温度降的低一点，转的慢一点，那个降温就降的。慢点，如果说不动，哎呦，那叫瞬间呐、啊，几乎可以撑到瞬间呐、啊，可以撑到瞬间，一下子、啊、那个地方就热起来，就像房间里、啊、没有电风扇这个吹的话，就马上热起来了，现在就相当于一个落地的电扇，就平着吹，落地的电扇平着吹，以前的是相当于挂在头上的那个风扇在头上往下吹。头下往下吹，就这一片，感觉那个大地方吹了一个，就是下雨或者冰雹啊。现在这样横着吹的是个下雨、冰雹、下雪这样的事情呢，能够避免了。现在越来越成熟了。估计也就经过了三个月的试验，4月20号开始试验，5月20号一个月，6月20号一个月。7月20号一个月，4月20号到5月20号一个月，到6月20号一个月，到7月20号一个月啊，
要吧？三个多月的试验以后，就慢慢慢慢气正常了啊，慢慢慢慢气正常了。后面气候异常的问题啊，气候异常的问题啊，就解决了。这个时刻，我看到一条龙啊，龙啊，龙头对着风啊，那个飞碟的风在往这边吹过来呀、啊，往这边吹过来的时候，那龙啊就迎着它呀，迎着它张着嘴啊，迎着张，龙啊嘴张着嘴巴，龙啊张着嘴巴。龙啊，张着嘴巴，好像那个好多那个风啊，灌到龙的嘴巴里边，龙的嘴巴里边，那个龙的那个身体啊，原来是往下垂的，现在那个是龙的身体也直了，就像那个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，那个叫什么柱的，那个像布柱的一条那个甲龙啊。风如果对着它吹的话，就直起来，好像现在我看到那个龙啊，就身体直起来了，让风拉直了，哎呦，就发现那个这像飞碟旋转的位置和那个出现龙的位置很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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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就是说能够管的面积非常非常大，管的面积非常非常大。以前呢，以前那个在从空中旋转的时候呢，在空中旋转的时候管的面积不大，管的面积不大，所以突然局部啊。全部地区就产生了异常。现在这样吹的时候，这样吹风的时候，要很远很远的很远很远的距离啊，要吹到很远很远的距离，所以啊，很远很远的距离都发生了变化，所以啊，效率挺高。一个飞碟可管很大一片的距离，很大一片的距离，管很大一片的距离。我现在看到，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嘛。这样吹出去的时候，感觉吹的直线，意外的发现，吹出去的风啊，竟然是沿着地球拐弯的，是沿着地球的弧度，沿着地球的弧度的，那个地球是圆的，然后那个飞碟吹出去的，它本想吹出去的是一个直线，但是不是，这种结果是弧形的，在天空啊。所以啊，经常会出现一些一零般的云呐、啊，一零般的云，实际上飞碟在吹呀、啊，飞碟在吹，哎呀，一吹以后我就感觉肚子很舒服的感觉，感觉肚子很舒服的感觉啊，感觉肚子很舒服，感觉肚子很舒服，感觉肚子很舒服啊，哎，龙啊，换了一个方向，刚才正对着那个飞碟的口啊，会产生这个效果，哎，直着，跟吹很远呀。它在它的边缘就没有正对着的地方了、啊，龙啊，哎，也直起来了，也直起来了，说明呢，它一吹一个影响的范围挺广，挺广，挺好，挺好。后面会越来越趋于平稳，越来趋于平稳，越来趋于平稳。实际上，有个主题啊，沙漠变绿洲啊，沙漠变绿洲啊，也是很快能成立，也就是在沙漠的上空啊。用飞碟啊横着吹，都叫横着吹，那么温度降了一个沙漠变绿洲，沙漠变绿洲，沙漠变绿洲，好哦，好，应该是知道这个事情了啊、哦。下一句要准备沙漠，向沙漠进军，向沙漠进军，好，向沙漠进军，向沙漠进军，好，向沙漠进军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